女星章子怡与歌手张峰婚后一直都表现恩爱，二人更育有女儿星星。而章子怡的耿慧杰所生的女儿小苹果亦真爱有加，一家四口可谓温馨幸福啊。不过有消息传出，汪峰与章子怡在古北水镇旅行时，有网友见到趁小两口单机大吵，期间章子怡一气之下转身离开，而汪峰则在后面追赶呼唤。不过有网友指出，夫妻二人当日只趁着母亲节期间带着其母亲一起出去游玩，而章子怡转身离去的原因是女儿星星在旁边跑跑跳跳，她上上前是为了扶起其女儿，汪峰则一直站在母女身旁。该网友表示自己因为偶遇明星夫妻非常兴奋，没有料到因照片的事情却害了章子怡，汪峰还被传是当街吵架。